全家便利商店表示，他们会持续来积极进行产品还有业务结构转型。全家宣布了，继七月份跟益生合作销售了歌林 LED 液晶显示器之后，最近呢将会跟瑞旭科技合作推出32寸还有47寸的 LED 显示器预购活动，预估一个月之内销售量可望达到1500台。